出勇气和日重，斗争到底。喝下这碗薄酒，杀个鬼子全家灭了。这场大恩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我都会加入你们的，我都要和你做一辈子的兄弟。 出入口，保家卫国。 徐州商队就过来了，马上就要到护国舰，我们的人把信贴身送进，等等。兄弟，怎么称呼你啊？ 觉得眼生的很啊！我叫宋文浩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就留在小青山。我给老爷磕头了。你都看到了，我们往去一步，他就闹到那儿不可吗？袁宁看到的，并不一定都是真实。怎么样？嗯，你说要打，咱们跟谁联合合适？ 我认为跟守卫营联合最合适。为什么？说说看。王营长既然有抗敌的决心，而且望海镇又是小青山的命脉，与守卫营合作，无论从人员、物资和名义上，都对我们有利。新四军那边吧，不是说不能联合，他们人手不多，如果一旦打起来，我怕帮不了我们太多呀。耿明。 要说打鬼子，我还倒挺佩服人家新四军的，守备营那些兵兔子打，别看人多，真打起仗来没几个顶用的。三叔，兵可以慢慢练。哼，练是可以练啊，等到国军的兵都练好了，这中国的地盘恐怕也剩不了几点了。不过柯明，你说的对，新四军人手太少。 咱们真有什么难处，还真帮不上咱们。这望海镇一带啊，咱谁都指望不上，还得靠咱自己。不然，他们不会上门来求咱们的。嗯，我没想和新四军合作，更不想让国军守备营牵着咱们的鼻子走。这件事情，我自有主意。 现在封锁的这么严，我们要是再不想办法突围的话，迟早困死在这里。温队长，我想你们北山难以为继了吧？我们游击队啊，苦习惯了。倒是守备营在望海镇养尊处优，这一封锁，没有了油水，你们受得了吗？我们受得了，受不了你管不着，我们自保有余。王营长。 现在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，我今天找刘寨主，是商议如何破解封锁线的问题。如果守备营能够自保，那就没有必要再商量下去了。告辞。冯队长，冯队长留步。冯队长，联合抗日，冯队长说的对。冯队长，请坐。 不过大当家，
这件事儿还得看你们小青山的。嗯，你们都很难。李望海镇，我已经先送了一批物资下去了。王队长，如果你们北山也需要，我小青山也一定会慷慨解囊。不过，谈到打鬼子的事情，我看二位吵了半天。 我也没有看出你们打鬼子真的决心呢。打是一定要打，关键是怎么打。好，我倒要想听听二位有何高见。我建议我们守备营前头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一点突破，另设伏兵，让鬼子增援的队伍有来无回。渡边他人少，只要我们一战而胜。 那么你们小青山，我们望海镇还有北山，所有的威胁都解除，有守备营牵头，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？你手下那些人要真能打的话，早就上前线了，何必还在望海镇猫着？刘寨主，我们新四军和鬼子交手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如果信得过，就由我们游击队联合小青山，从杨树塘一带。 发起袭击，围点大员。围点大员，好，说得好。徐宗勉，你脸红不脸红？哼，围点大员那可是我们的杀手锏，当年在苏区根据地，哼，你们国军被挨打的还不够吗？营长，哎，我脸红了吗？没红。你们厉害。 想当年走了2万多里，那上雪山下草地，不简单。徐宗勉，两头，两位，行了，这是小青山，要找到山下去找，都是抱着目的来的。我看。 你们二位今天上山来，好像是借着打鬼子的机会，想吃掉我小青山吧？大当家，我可不敢这么想了。刘寨主，你多虑了。哎，志明。 是不是真的要和小鬼子开战了？我说你一个教书的先生，别老打听这打打杀杀的事儿。唇亡齿寒，我真的不希望小青山出事儿。哎呀，这要真打起来，我倒是希望这一仗能让小青山过段安平日子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就谁人多枪多，谁的嗓门就大。 我小青山来签，我这二位意下如何呀？只要能突破鬼子的封锁，我守备营没意。不过大当家，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队伍，要真打起来，还希望你们多听听我守备营的意见。别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到时候让鬼子钻了空子，那就不好了。冯队长，你说。 难得王营长想的这么周全，怕是对守备营没信心吧？要说对付封锁线，还是我们比较有经验，毕竟和封锁线打交道这么多年了。王营长，你说呢？好了，能不能不在这儿扯皮了？这都火烧眉毛了。如果你们要打，就打；不打，就不要在我这儿扯皮。 该孩子们的作业了，嗯，不打扰。我没猜错，今天晚上一定要下山，啊！不去盯着，找我说什么？我告诉二位，你们不打，我打。但是，你们是要借这个机会，想吃掉我小青山。
自己有没有那点能耐。干嘛？给日本人送信去。借不说话。上后。怎么回事？我们闯了千山防线，杀了一个守卫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抓到凶手了吗？是谁？连人影都没看到。走，去看看。哎呀，各位。人都在前面忙活，不能冷落了各位啊！来，添点水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出大事了！哟，还真不清楚。各位稍安勿躁啊。身就出事儿，我怀疑现在我们小青山上有人在和日寇串通勾结。跟了我们十多年的兄弟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你是说，是山里人干的？是。
困了就睡了一会儿。站住，二爷，三爷。哎，你这是写什么呢？是我请林先生帮我写份家书。你一直在这儿？对啊，我睡之前老奎还在。你一直在屋里待着？啊，对啊，回来以后啊，我就批孩子的作业。这不，这位兄弟来了，我就。接着写你的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没什么事吧？有人闯关下山，杀了我一个哨兵。什么什么？有这事儿？看来有人盯上小青山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。大当家，我和冯队长一上山就发生这种事儿，我看是有人挑拨离间，破坏联合。那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。好好的收拾收拾鬼子，打疼他，打怕他。游击队全力支持。还有我守备营。好，就按照你们的说法打。但是，牵头的是我。队长，我们为啥要听刘念北指挥啊？毛主席说了，为了抗战胜利，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国难当头，我们共产党人要以民族大义为重。我懂了，不过我就奇怪了，怎么都往小青山上折腾？我觉得这一切只有查明这个国军特派员以后，我们才能搞清楚。刘念北这个女婿来得太蹊跷。队长，你是怀疑胡克明？山上的同志怀疑他。山上？队长，您什么时候跟山上的同志搭上线的？臭小子，你就多学着点吧。是，张涛到，趁现在天黑，摸到定县去，向红姐汇报一下我们明天的行动，不要突然听到枪声就不明就里的跑来救援。好嘞，我明白了。另外，请红姐联系上级，告诉他，不管采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查明这个胡克明的来路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嗯。院长，这小青山上可能真有不干净的人。哎，你说咱的特派员没危险吧？你别多想了，特派员在山上正在查这个人。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，特派员的事儿很有可能日本人全知道了。真的是林峰。大哥，现在查来查去，只剩下侯大志和胡克明了。大志一直在大厅里边，胡克明我倒是没注意。二哥，你怀疑克明？绝不可能是他。不可能。哼。是不是凌峰？你总会知道。你们那些机密的事我不管啊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后天你得让我带队出征。是不是就像李占峰和刘青青那天表现？猜对了一半。剃头挑子一头热。又来了，有完没完？黄凯，来向师部发电，上报我们的作战计划。是。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爹，他欺负我。哟，刘叔，刘叔，青青小姐觉得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所以送了我点蜂蜜给我补补身子。简直胡闹！你折腾他怎么？ 谁让他老欺负我？那我就是欺负过嘛。你这孩子，你哎，走了，这是大侄，把这扔出去。啥呀？哎呀，刮风了。可明啊，青青这孩子从小就像男孩子，爱淘气，不要嫌弃。没事，青青。 给我等着！哎，哎呀，你慢着点吃，来来来，这边还有，再来一块。别别，喝点水吧，得噎着。来，喝点水。嗨，队长已经跟山上的同志介绍头了，叫你啊，不用担心。 咱们总部派来的同志啊，丢不了。介上头就好了，那这件事就麻烦冯队长多费心了。嗯，也只有他是跟那位同志以前见过面的，现在你也见到了。见是见到了，但是我还不清楚哪一个是他。哎呀，红姐，你是不知道情况，现在山上有点乱。起先吧。 我还一直盯着那个胡克明看，结果一下山，队长说我们的同志怀疑他有问题。哎，这就把我搞懵了。这件事儿我会跟上级反映，调查清楚这个人的。好嘞，那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我就赶紧回去了，好吧？哦，对了，来，你把这个带上。把这个捎回去吧，能带多少算多少。 不能让我们的同志们饿着肚子上战场。好嘞，那你们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把这个饼带上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呀，带上路上吃。哎，到时候啊，躲着点子弹，小心打着屁股啊。好嘞，我走了。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，都有人证。 难道这凶手另有其人？我看，关键是这只飞镖，在这山上除了我，没人会使这玩意儿。除了你？啊！以前在小青山上，你的身手最好。你别忘了，现在有一个人比你还好。谁啊？胡克明。你保证他不会用飞镖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说是胡克明干的。 那我就想不通了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哎呀，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。难不成在这些老人里面有别人的眼线啊？所以，尽管他们都有人证，我还是不放心呢。大哥，这还不简单？都赶下山去，这是最笨的办法。 如果他们没问题，你这不把人都得罪了吗？要是他们呢？那就更麻烦。一旦他们有问题，你再想抓人，上哪儿抓去？不错，不管他们谁有问题，我迟早都会把他们揪出来。所以，你们一定不要轻举妄动，他们会露出马脚的。大哥。 你不会连克明也一道怀疑吧？在查清楚事情之前，除了你们俩，谁都不行。幸亏你发现的早啊，否则那么大个马蜂窝，够你受的。哼，青青这小疯丫头，亏她想得出来。不过这事儿还真得感谢她，如果没有她这么一闹，刘寨主问我去哪儿，我还真不好回答。嗯，哎。
你说有两个黑衣人，他们都有问题吗？我在想，如果一个是日本的间谍的话，那另一个又是什么身份？难不成这军部又安排另外的人来了？林参谋长不会这么干吧？不好说。哎，瞧你的任务办了。我办事你放心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回到后山，你再溜达一圈，会扔飞镖的。 爱扔东西，而且准头好。是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这个消息黑衣人一旦泄露了，小鬼子一定会有行动。司令，新しい取り立て報です。お。 見るところ、奴らは焦っているようだな。部隊に防御を強化させますか。情報によれば奴らはあそこを攻撃する。守備受け身でいろ。情報にはしっかりとあっただろう。その通りにやる。以下早朝10時、皇居軍が小金山を攻撃する。我が軍は北山攻撃。司令、 公共軍たちは小金山をやれるでしょうか。この封鎖はすでに目標を達している。違うか。では、万海剣の国軍はどういたしますか。奴らに退路を囲まれてはどう。ならばさらに望むことだ。快点！快点！把前面的人给我落起来！给我落十人！哎！ 天山防线进行炮击，看来他们真要动手了。走。 前山防线暂时焦灼，日军进攻北山，据可靠消息，丰田里已经退到了第二道防线。哥，我觉得咱们不能坐视不理，我请求去北山打鬼子。昨天刚商量好，今天小日本就先动手，渡边这小子是以攻为守。 营长，师部不见。原地待命。都打成什么样了？这个时候我们要不出手，我们还有脸吗？我们还有脸待在望海镇吗？徐连长，小消息。 师部的意思可能是想让我们保存实力，还有实力吗？我们现在还剩什么？就剩一个半连的兵力了，还保存实力？过去这么长时间管过咱们吗？我不管，我请求去打鬼子。大叔，你别管，小心点儿。
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这里太危险了，赶紧回去。阿叔，我也能打鬼子呀。大小姐，子弹不长也，咱回去吧。哎呀，我就不。哎呀，有你的事儿，这用得着你吗？林峰，把他拽回去。来，爹。行行行，你们都不要我，那你们打你们的，我打我的。你，林峰，给我看住了他。我尽量吧。大小姐，你这可是违抗军令。小你傻呀，小青山北站丢了一个汪海镇还有用吗？这点我比你清楚。够撤退。这件事我们要是不出手，我还有脸面去见流年北和分天里吗？宗明，你带一个小队去支援小青山。我请求去北山。服从命令。少爷，这底下都是黄协军，这鬼子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打算？鬼子没来，一定有他们的目的。这些伪军并不是死命的抢灵山，我看他们真实的目的是想拖住他们。小青山和北山没拿下来，渡边绝对不敢进望海镇。渡边一定是去了北山，看来鬼子知道我们的计划，提前动手了。北山副队长那点人肯定顶不住。队长，都打成这样了，小青山望海镇他们也不来帮一把？啊！咱游击队什么时候靠过别人？让徐令人去小青山干什么？小青山对付那帮黄仙军是绰绰有余，他应该去北山呐。我们支援进来，我的人已经进入下面的阵地了。哎呀，我这儿不需要你，赶快带着人去北山，北山冯队长那儿吃紧呐。刘队长，我不能违背命令，我不能随意改变作战的计划。北山我不能去。不是你们北山吃紧，刘念北会坐视不管的。师部要我们保存实力，而我们又要有所表示，那就让宗勉去带黄协军撒撒气。刘副站长，支援北山我也想，但是你不能让我违背营长的命令。有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小青山连几个黄协军都对付不了吗？我大哥让你去，你快去。算了，别难为他。刘叔给我点人，我去北山。大海，走，快带着人跟柯明赶快支援北山。是，二队保存北山。大志，我们走。是。少爷，我也去。会开枪吗？那必须的。走吧。啊，准备战斗。这会儿下山干什么？出了事怎么办？不让我在阵地上打，我就下山去打。你爹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再说了，攻山的是伪军，你爹他们没问题的。我爹是我爹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非得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。哎，真当我手里这家伙是烧火棍呢？不是，是枪。你是不是真的想打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就跟着我下山一起打。行。没问题，但是怎么打听我的。什么？听你的？对呀、啊，你别看我是个草书的，弄枪弄炮的打仗我不会，但是我有办法让你立见大功。立功啊！
最近日军攻打北山，不可能不留防。妈的，都躲起来！西边撤！好，小龙，带人往西边撤！是是。刘文浩，撤！就行了，是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头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这黄协军啊，吃100次亏他都不长记性，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我们会抄他的后。哎呀，好，好。把所有的手榴弹全部扔下去，记住啊！
双手，那信手中的刀枪走向沙场。